啊，咱黄区委员主席吼，今仔日吼亲自到现场啊，咱甲拍波吹落去啊无，咱来欢迎伊啊无，这今仔日重量级的贵宾，咱甲欢迎上台啊无。我黄区委员大家甲我加油啊无。在座的大安国的主人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来到这，首先我要表示的是，咱蔡教授带领之下，咱各位斗阵做伙，为着维护台湾的主权，为着维护咱台湾社会的公义，会使讲永不放弃，坚持到底，安尼这款毅力，这款意志。这款明确的目标，这款有力的行动，啊，继续来。昆威伫遮首先要向蔡教授跟各位在座的咱台湾国的主人、好朋友，表示咱深深的感谢，深深的一敬意。同时，因为这暗会，我感觉真有意思，真有意义。但顶头有一个低档伫咧吼，就是。北京语讲叫卧薪尝胆，迄意思就是讲，我是大家拢知影，比较清楚。咱台湾今仔日的国家的处境，咱台湾今仔日的这叫做危机当中，大家会当安尼锻炼家的意志，啊，提振咱的精神，啊，提高咱的这忧患意识，哦，危机感，哦。啊，吃苦，顶个吃饱，安怎来团结做伙？安怎来为咱台湾的未来，这独立建国、台湾的前途，大家搁进一步来团结做伙来打拼。我看这意义非常的深远，非常的好。咱大家来拍一下鼓咧哦！各位好朋友，台湾确实伫危机当中，中国。并吞台湾，不是阴谋，是阳谋。伊讲啊，真清楚，先经济，后政治。经济先甲你锁掉咧，先甲你吃咧，互你失去自主性，拢我可以。啊，来政治，咱就无自主性安尼。所以你甲看，一发签了，那这世界全球重量级的，这叫做媒体。时代杂志 Times 伊在讲中国上暗爽的参台湾签约法，伊上欢喜的，心里上暗爽的是啥？伊所暗爽的就是台湾人民上忧心的，就是就两个经济体白做一伙，台湾的经济将失去自主性，安尼拉开了，伊讲拉开了，终结统一。的序幕，但是就经济先甲你吃下来，要推动这叫做政治的这统一，这非常清楚，先经济，而这叫做政治。所以你甲看，马英九讲啊，一法纯粹是经济性的，是吗？你甲看，一法签了，即马讲要教育一法，啊，即马讲要文化一法。啊，这显然就是政治的一法，根本不是干那经济这一法。你教育要搁进一步，正好做一伙啊，社会文化进一步交流，这样子一伙啊，这是一个铺陈与统一的这基础。你铺陈与统一的这大路安尼，咱即摆工资是13年前的这水准，这工资呢无心反抗，这是要让人。感觉真实在讲真痛苦的，即款代志安尼，所以我甲各位讲，这吼一发签了，香港的经验，头前两年拢讲袂歹，第三年去讲啊涨价啊，第三年去讲啊企业的问题愈来愈严重，工资愈来愈俗，哦啊香港啊敢那多咧炒股票，炒有较悬的，房地产炒有较悬的。一寡普通普罗大众无法度人买厝安尼，香港今仔日咧会有做经验，是会使做咱的这叫做借鉴安尼。
所以今仔我要甲各位报告，就是讲 ，F 化这物件虽然签，但是伊的协议内底第十六条上尾条，也会使甲停哩，也会使甲终止哩。只要咱经过咱台湾人民的公投，讲咱无赞成继续甲发展落，伊每半年就要阁开放一遍，每半年就谈一遍，开放一遍。咱早甲公投甲终止，甲停止，莫去害处，对台湾的危害。这款叫做害处的心呢，早一日甲冻掉，安尼好无？所以台联即摆阁继续推动第三波。第三波的这一块公投连署，啊，这块连署呢嘛袂歹，我也是预定十一月初，你要甲送出去，所以今仔日在座大家帮忙足多，你来足热心，啊，安尼四界找人这连署，一张一张签出来哦，每一张拢有四个，吼、哦，国民身份证号码、生年月日、户口、户籍所在地，甲你的签名。一张四人安尼写个真真写写，十万五千人、十一万人签出来，因请迄款公信会议员，咱十一月、十二月特别甲你休管啦。你讲这吼，咱头家这是咱的权，咱头家讲要签，讲要公投，啊，苦劳啊，讲袂使哩，这恶仆欺主嘛，这根本是反民主嘛，这霸道嘛，这反差价你知道嘛？一意孤行嘛，这绝对袂用用阮，但你继续推杀，一定爱公道，公道要过。啊，这呢，公道法无理，这公道法是恶极，公道法是不公道法，这爱甲保证。所以呢，咱提出啊，费公心话，做一个切入口，讲费公心这公道法提出去，一寡正关心台湾的法学者，拢认为讲政府这唔对，因要推杀。公道法来保证，咱来结合做一伙，安尼，互这公道法会当修正保证了，咱台湾人民才会当直接来行使咱的直接民权。所以我讲一句话四字哈，公道保台，公道保台，民主是咱，台湾保障安全保障的最后的膨胀。最后的一个保障安尼，咱来拼落对无？费公心话，我来拼落对无？哦，今仔日非常受感动啊，所以加讲几句话，话讲了有较侪，真歹势啊，但是挡袂牢啦。啊哈，加讲啊，尤其是前下拄仔听了咱田委员哦一席话，是非常正版的，我一个足赞的。咱呢，对于我伫遮嘛表示敬意安尼，啊，咱祝咱大家吼，即明仔载中秋节，大家啊，中秋快乐，咱来快乐，但是卧薪尝胆，咱绝对袂袂记哩，我伫遮吼，咱绝对袂袂记哩，我伫遮啦，我讲伊遮去，目睭，我伫遮，哎，即咱跳袂着，装袂着，无法甲装起安尼吼，啊，咱来拼落吼，多谢大家。啊，祝福大家吼、哦！感谢感谢感谢！哎，请主席刘部啦吼、哦，代表政两个代表政党啦吼、哦，啊一位代表社团啦，咱做伙来为台湾加油好不好？台湾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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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民进党加油！民进党加油！民进党加油！社团加油！社团加油！社团加油！这就是中秋团结晚会意义，对无？对。咱五都要胜利，咱公投要修改过，对无？对。咱就是要做伙拼，团结做伙，对无？对。咱再次就甲泡泡欢迎，啊嘛感谢咱主席甲委员。来到现场。